那我还说我国际法，我还说这个人，就是啊，你们挑战一下。这人这么巧呀，我还没敢做心理学，我没敢做国际法。艺人最后镜头说，哇，这出了一些这个有史以来镜头说出的最差的。你还要脱衣诺贝尔经济学奖出来了。现场实拍，这个很漂亮哦。啊，这个是做什么的？哎，你把焦点放在哪？然后这突然没有，我们是三毛四，对对对，好的，这是数字，啊数字啊，那把今天的聊一吧。哎，没问题，我跟你说，这样就可以上了，因为我里面就是放很多东西，我外面可以，要不我放点什么？昨天我就放在了你们家那张照片。他那头，那个女的，谁呀？